啊，有了。那是什么？又要100个木炭？不是吧？对哈？呀、啊，真假的？20个地狱疙瘩，20个地狱疙瘩。地狱疙瘩是长什么样子的？要那是要碉堡。地狱蘑菇啊。哦，没有遇到地狱疙瘩吗？没有。哦，哎呦，为什是么手你把摔吗？我会烧？摔那我个会会烧。什么？你说的味道是什么？把它堵起来，可能是碰到吧。呜、哦，堵起来。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地狱疙瘩那个任务买掉啊？不然怎么办？碉堡吗？啊，可以找碉堡哦，有个那个选项可以买碉堡。怎么买？不是，怎么，哪一个？我看一下第一页啊，我记得右下角好像有个碉堡的图案吧。看看，幸运常驻队伍吉尔骨粉可以买骨粉，没有啊？嗯，等一下哦，我先还这个任务。怎么还？第一页没有啊？我看一下哦。哎，我不能更新，我不能在地狱用吗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哎，没有啊，没东西。不行哎。村庄搜寻，哎，有对堡对垒搜对对对，那寻，个。要20块，我买可是一我百看不到一哦。百，已经面向村庄位置，距离你最近的村庄179个。你买村庄吗？然后他说我买堡垒啊，可是他显示是村庄，知道可能吗？要在这边用吧。好了，我用掉了。什么哦，都你已经挖用到一掉百了，个了。我挖到100个啦。我看到了，我这一个方向直接看到那个，不就是堡垒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就在我们地狱那个天上面抬头，米菲抬头，米菲加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哇，你怎么会在那里呀、你啥时过来的？我刚刚过来的啊。你看那边那个不就是堡垒吗？没看到，我刚刚只看到一个鹅卵石的桥而已。对啊，那个桥，啊你，哪里？你在哪里？那边啊，你视野那那边么不是长，我那边视野，不是有一哎、根？欸，有我看不哎、欸，到哎、欸，对啊，那边不是有一根？有，我们补过去吧。被闪电炸死。哎、欸，闪电是苦力怕，哎、欸，那边也有啊，有现成的，我还是往那边对挖。啊，那往那边吧。走走走走走，只是回去的路我就不记得了。没关系，我插插火火把。把，不要乱插哦！你不要插一大堆哦，我有做记号了。会怕，会，你都插左边啊、哦？没有啊，我会就是火把插的方向是回家的方向，所以我会插左右上前后左右，不会插上下。对，我都这样，我习惯这样子啊。嗯，到了吧？十个面包，上缴十个面包。问，到嘞，等一下哦。这个任务要不要换掉？十个面包。十个，所以要30个小麦。对啊，那还好啊，等下不是可以种吗？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它长出来。哦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还好啊。就有骨头就好办事而已，你有骨粉的话很快有而啊，已。我有骨头啊，很多你有吗？几根？我有3根，根也不够。这一条的好可怕啊！好了，哪里呀？哎呀，需要个大。里面好黑啊！这个堡垒好像有一点空旷，那边有凋零。对啊，好像没有很啊，要过去耶。
你那边有烈焰神凋零。他拿凋零花？什么？他拿凋零花、欸？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什么？明度。明度。哎、欸，可以帮我？会凋零对不对？可以帮我挖旁边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举要你举盾，你举盾。No！ 我想说你在旁边帮我挖一个坑，让他掉下去之类的。没关系。哦，不行，东西喷光了。哎哎哎！喷光了。我还在，我还在。我东西也还在、欸，没有喷哎、欸。没有，他有几率不会喷呐、啊。对啊。哦。我找到疙瘩。加油！干嘛嘞？哎，你为什么不听我讲完话？我想说你从旁边挖个坑。好多东西，等等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东西我的吧？不是，他为什么直接冲过来？我怎么办？爷爷，你在哪里？好，你举好盾，你举好盾，你举好盾。有，他在打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他打下去，打把他打下去。你退一点，你退一点，你退一点，你退一点。不是退一点，你面对后面一点点，我把它推下去、啊。我们可以回去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你们在哪里？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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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我凋零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小心这边哦，小心我挖一个洞哦。你还在凋零吗？哦，好。好，他下去了。米菲的头。等一下，我把这补起来。米菲，等一下就回来了。你们是为了剪我的头是吧？哇塞！下一个任务是什么？先看一下，再考虑要不要回去。唱片啊，又是唱片吗？对啊，又是唱片。好，等米菲回来，我们再走吧。前面那两只也太……对，我刚一个还带拿弓呢。对，我看我有盾牌可以挡啊。啊，我的盾牌快爆了！呜、哦，来了！我的炮快！哇塞！哇，这个不耶！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击退的，你们小心哦、喔！挡下去了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怎么办？挖个路让他下去。哎、欸，你小心。哎、欸，你烧起来了呢。你看，可以补方块，他的目标是我，你补方块，补个横的，横的就好，横的就好，横的就好。你想把它挖下去是不是？我盾爆了！哇、欸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他快，他掉下去了。我要被烧死了。欸下去了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我剩半滴血。这边我们家的，这边是回家的路，这边。好，我赶快去找苦力爬出来。太恐怖了、啊，这个。他刚刚把另外一只击退到下面去了，他还要把他队友给打了。对啊，不然我们会更难打呢。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里。只要上去，对不对？这个走歪，我就不知道我们第一门在哪里。等下，团团他们。怎么？他们在那边，他们在那边。二档啊，在找我们。不快回家，是那条吗？是那条吗？走这里。不是这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要躲起来，要躲！你看，他们更深入一点啊，每个都跑来我们的洞里面来。哎，团团，我看到他了。哪里？等，他来了！他来了没有用啊，快跑啊！他在打我！快逃啊！快逃！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，好吧，算了。哇 ，no， 死掉了。他们比那些怪物还可怕。我就快要被传出去了，这边一箭射过来。没有，我还举着还要时间呢、啊。我还举着盾呢、欸，我还举着盾呢、欸。他们还在。因为他幕府可以破盾啊，他打地下后面就没有他没有靠近我，他离我很远，他一箭射过来我就死。哦、oh, ，对啊，他们有箭、啊。哎、欸，等下你们队伍传送我吧。可是我还没。对、啊，如果等一下的话，我的复活在存。
我说我在地狱门上面，一分钟之内集到这一坨兔羊，有吗？你们复活了吗？复活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地狱啊。啊，他们，你有看到他们吗？他们走了吗？还在我附近啊。是哦。应该主世界应该没办法啦，不行吗？对啊，因为两个世界的啊，没办法 TP。照麦块的常理来讲，正常是 TP 不了。他们好像往地狱走了，地狱门走了。那他们出来就会看到我们的啊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，杀了。有他们过去了。啊，那打得赢他们三个人啊。我们应该在那边先倒岩浆。对，等一下，下面我看到下面在打，他们在打兔子打羊，好凶残哦！兔子来的时候已经没了，只剩下羊。对啊，好凶残哦！二档要赢啊！再让他们多杀几人就赢。我们这边唱片，我们面包不行啊，没有时间了。面包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不当果酱爷爷啦。所以要洗掉是吗？我已经洗掉了。他还在吗？他们还在吗？他们走掉了。他们好好，我走，我走。上角七颗绿宝石。不对啊，你把门堵，他们把门破坏掉了，你现在回来的话不知道传哪里去啊。哎、欸、对啊。那传送我啊，传送我啊，传送我啊。你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好。顺便带他们的镀膜台。好坏哦。为什么只能还是我把你们传过来啊？你在哪里？他们的门。你传我们，你传我们好了。我们离开这个地方。哪一个？哦，队伍脱逃吗？不是不是，他中间那一排，中间那一排，这样，有，这是他们的门，这是他们的门，他们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把他们的门关掉。所以其实他们刚刚其实是那个进去地狱之后跑到我们那边来，上面是有那个吗？每一个都跑到我们那边来，因为我们先放的啊。他这个门上面是有废矿，是不是？上面有蜘蛛网、欸，哎，哦，啊，这不是重点，要不要先打唱片？像刚刚那样子。你们弄啊！哎、欸，这也是废矿哎。好啊，那这边待一下吧。这里比较大，你们买一下那个苦力帕跟弓箭手。TNT 片绿宝石，哇，绿宝石。这个不可能啦。这太难了吧？什么任务是什么？七颗绿宝石。对啊。那个米菲一样哦，你会哈？会什么？你就叫我帮忙放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啊，给我啊！我还没买啊，等一下哦。哦。好，这边就一条路的，我看一下。这边有金哎。我的盾牌喷掉了。米菲啦，我这边还有，我这边还有一个盾牌啊，可是我用过，你要吗？可以啊，有就好了，先用，先拿着。哦，可是它快坏了。我是没钱了啊，怎么看自己的钱啊？那个啊，直接看那个牌子上面啊。对啊，上面会显示牌子，它会显示啊，我没钱了，剩余那个。那米菲，你帮我买。好啊，买什么？苦力霸跟枯弓。苦力霸。苦力霸。还是那吉你买了。我只剩17块钱，我也剩17块钱，还他好像是说钱共用哎、欸，是吗？Vipa 20块买不起弓箭手，那个米菲应该也是剩17块吧？弓箭手也是要20块，为什么买？对不对？17块、欸，对，这是共用的钱。哇，是哦，嗯，刚好像有看他们讲，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赚钱。瞬间，我们挖石头、哦。哎、欸，对耶，十个一块，十个一块。啊，挖泥土啊，泥土就没有那个预估惩罚了吧？只是泥土要20个。
咋啦？就是在这里有个洞，所以我没上去啊。这个洞也太深了吧！我看到那里就是弓箭手在下这个废矿已经被他们开发的差不多了。对啊，不过还是有很多资源哎、欸。他们铁都不花，都不挖。你一直被弓箭手打。我，那个只要再二十块就够苦力怕了，买苦力怕就好。我把弓箭手关在这里。好。他们也不需要铁啊，当然就留一堆铁在这里。你们买一只苦力怕过来。好，我多挖一点石头啊。它唱片是100%掉吗？100%、啊，还是我买？你如果钱够的话，你买啊。因为这不如果我们钱够的话，你买啊。现在钱多少啊？17啊。我来卖，我来卖。18。我努力挖。2块钱。23块。有了，有了，有20了。那个需要有人，那个过来，有人没有人？有人，在我这。哇，超级大侠！那谁啊？那个谁？有没有人在我这？哎呦，吓我！那有水。那个谁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米菲是你吧？来，米菲过来。是我吗？这里，你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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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后面。这不是我啊！要不要赌？我后面，哦有。不是你啊，不然是谁？那边 ID， 那边 ID。蓝队的哦，蓝队还好，这乖，搁这边。米菲，那个是 Jerry 吧？米菲，好，他一直在我们这里晃哎、欸。那个找到同一个废矿，我等一下这个给你，他射你吗？不要上去，不要上去！等一下，我被射上去的。他看你是不是？对，他想打我，他在射墙壁，他在练他的功法。晃你，你不要太近，你不要太近。哇！你不要太近啦、啊！没关系，等你回来。你就要盾哦。有我离他很远了。你要让他目标是你，你要让他目标是你。好啊好啊。哦，什么声音？尖盾猪用钢壳杀死。是有人在下面炸是吗？没有，他们遇到苦力怕。哦。好了。他目标是你 吗？啊？我看一下，他不看我，哦，他是我，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是我，哎、欸，团！啊，没沟通好。哇！想说叫你不要站太近啊，没关系。要把它关起来吗？关啊，只能关起来啦。他怎么还一直打？会一直打你们，结果，你们结果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没钱，剩3块钱，继续挖。3块钱，多挖一点石头吧。你要挖200个、欸，好像有机会，这边有哎、欸，这边苦力怕跟护工哎、欸，我来试试看好了。好多，安安，嗯，下面有人是吗？碳都没了，没碳吗？碳都没了，我碳。
他们杀的人越多，我们就越难追。对啊，看他们现在杀的分数都已经快要杀完了吧？因为我身上岩浆桶不见了。我这边倒是你们两个人的头都不见了。欸？上角两个，上角盾牌或者两块钱。我盾牌没了。我盾牌没了。我盾牌没了。所以我们这样算赚了六块钱了。啊，我的钻石镐也没了。钻石镐都没了，这里泥土好多哦，挖一挖应该可以赚不少钱。你在哪里挖那么多泥土啊？就在你刚刚关弓箭手旁边的通道而已啊。边？就这里啊，你去哪里？在你后面。我在这里哦。你去哪里？在你后面。在我后面啊。这里啊。哦，那是前面。这游戏还要多久？你看这一片都是这一大片都全部原本都是泥。这很棒啊，我们有那个可以换。把它换掉。三块钱，六块钱，八块钱。我们有十七块了。我卖泥土卖了有十七块多，有二十一了，可以再买一只苦力帕了。啊，火药也被他们拿走了。哎，枯工不见了、啊，离太远了。嗯，楼下有啦，刚刚就想下去楼下就看到哈迪他们下来了。这个盾牌的脚胶还在，哎，我被射了。在哪里？我在你旁边。谁射你啊？弓箭手啊，躲在那边啊，黑黑的。你有看到吗？我有。麻烦，也没碳。天啊！你要多少碳啊？嗯，我做火把。不知道再做一个盾。哦，他们又要杀人。你刚刚不是有挖到很多碳吗？喷光啦。不是啊，刚刚啊，刚刚旁边不是有挖碳？喷光啦，我刚死回来、欸，我连钻石镐跟钻石都没了、欸。下面有碳，下面有碳。哦。啊，我要死在这里了。啊，至少关掉那个了。那等一下看要不要买那个了。没有，25块了。嗯，你们买吧。我一直在挖那个。至少你打火机跟船还是掉在原地。哎、欸，射屁！该射谁？该射你吗？该射我、啊？没有啊。他刚靠近的时候他射我。好，那你下来。这边要挖宽一点呢，不然没地方跑。来射我！那你看，你退点，退点，退点。推点啊，力量五。哇，然后面还有一条这么大路。谁？拿着铁轨的章，附魔铁轨。你有一个铁吗？
哦，没没，我有，没事没事。你先别浪费那个盾，等我一下、哦。盾是新的。哦，好吧。我还没买。苦力怕，苦力怕。苦力怕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小章比来了，小章比在你头上。你。好，然后你退点，你退点，不然那个会被打掉。哎、欸，退点！我没得退啦。不用举盾啦！啊！这高度有点讨厌。像是1.8还是1.9的时候，只要他们上船就不会有任何动作。嗯？1.8的时候啊，什么叫不动？他们只要在船上，你靠近他们都不会有任何动作啊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枯木、枯灌木可以卖。可以啊。枯灌木卖多少、啊？1块钱啊？1块吧，我记得。他能卖的东西只有这一些吗？加一售价1元是什么意思？加一可以卖啊？哦，这是买哦，白痴哦。这是卖1块啊。稿子坏掉了。还是我们要先把哪一个任务给换掉啊？没钱啊！他换任务要多少？10块钱现在。换任务10块啊？对啊。天啊，刚浪费了40块了。来换任务，换任务啊！要换哪个 ？TNT 唱片绿宝石。绿宝石吧。绿宝石最难解。啊，绿宝石。没有了。变成什么？还没，果酱爷爷，你回来啦，果酱爷爷，回来了。啊，去上面种菜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叠上去吗？叠上去好了。他们又要开炸。谁？我没有碳了，这边有243个。给你啊！会不会有东西从上面掉下来？哎，米菲在上面呢。对啊，我在叠啊。那我要上去了。哪里是挖？哪一边的、啊？我在你旁边啊。嗯，好。
现在是晚上，你是这样子挖哦？我是交叉交叉的在点，因为我怕会有岩浆。这高度不会有岩浆啦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那我帮你挖掉。那我就自己叠咯。好啊，空气污染就是 木炭的那个任务。对啊，种菜。四件冷却还有一百秒，挖到铁。我现在铁都不需要了，他如果来的都是灯笼任务的话马上就交了。哦，铁这么多是吗？哦，你小心。晚上。是晚上啊。身上的两个钻石到现在还没喷掉呢。哎呦，僵尸！哎，僵尸哦！哦，哇，他把我的在把我那个拿走了。他会偷东西啊？他把我盾牌拿走哎、欸！他是有掠夺的僵尸吧？没有吧？是特殊僵尸，我这里是兔牛，我被他吓到。你们都上去了，嗯。哦。哎呀，这弓箭手怎么还坐在船里面呢？靠腰。哎，盾牌被收走了啦。哦。好啦，我再做一点嘛。这弓箭手怎么还坐在船上？你怎么上去的、啊？玉米、欸，我又来又来又来，我没有盾。为什么你还没有盾啊？我刚盾牌收走了、啊。我那烧铁、啊。我想说要做啊。哦，又是僵尸。你从哪边上去的、啊？叠上去的、啊。我们就一直叠，一直叠。哦，原来是这。能一直叠，一直叠。什么？完了？什么？没有。射了会一个还速的僵尸。在那叭叭叭叭攻攻。现在任务是不是会把盾牌撕掉？所以我先不要放。没有，他已经收完了。他收走了、啊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。哎、欸。你们上去的路是堵起来的、啊，就边堵边挖。哎、欸，开始狂做啦，白痴哦、喔，赚钱。我、哦、是狂做啊，难怪我的又不见了。我想说奇怪，我的为什么一直不见？哎、欸，快跑快跑快跑，不要举动，快跑，那是很慢。就是这样，这样我还得要挖、欸、你们挖的路上去。一只蛇瓶。他带了一堆怪物。等一下啦。武道家在冲杀啦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在这边？我怎么会飞？二档集合了，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就这样出来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枯工？气死！啊！你在哪？各位上帝，你们在哪？地表啊！我在地表没看到你们，你们在哪个方向？195-150。哎呦！吓我一跳，发光。
195-150。往那边。蜜蜂。哪里？啊！夜袭者是什么鬼？对，近袭者。不对，别开高兴太早，搞不好没蜜蜂。谁家？看一下。吓我一跳！开始卡了，我的分数就停滞不前了。对啊，好亏哦。等一下，是不是很卡？有人把那个经验球的那个打开，然后这边就超卡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刚回去的时候开了一个。说有人开了经验球。我刚刚回去就叮叮叮叮叮叮叮。超卡的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是我不会耶，卡死了。他会慢动作，时间都很卡，时间都没什么在跳，你知道吗？好了好了，哎，张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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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觉得我们可以再换一个任务 ，DNT 那个要不要干脆换了？可啊！哎哎哎哎哎，那什么？蜘蛛眼。又又哎，他跑！等一下，他好凶！哎哎哎哎哎哎，这个为什么不上传？他是唤醒，他是唤醒，有他死他死他死！这牛跑好快哦，要飞！他跑超快哎！现在要缴交五个蜘蛛眼。对呀。还要发酵的啊。糖蘑菇，哎。玩到后面有点心累，东西都没了。哦。不要磨了，不然等下把你宰了。太凶了吧！面包啊，我先撒。你们应该没有种子吧？没有啊，种子没有。好，那我去多打一点。有也都喷光了，刚刚。